请全体起立，我们为下午的聚会祷告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下午的聚会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神的仆人啊，下午的敬拜赞美。我们有自身祷告，哈利路亚！有自身祷告，也有灵方面祷告，求主来到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当中来啊，彰显他的作为。我们开口祷告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丰富的灵，圣灵，圣灵，主啊，谢谢赞美你，赞美你！我们开口祷告，我们是牧道，我们的出生。哦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今天来到你面前来称颂你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丰富的灵，圣灵。靠我们的灵，是你也是靠我们。哦，哈利路亚！靠我们的灵，是你也是靠我们的灵，是你也是靠我们的来。我的灵，是你也是靠我们。主啊，我要敬拜赞美你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哦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，天父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到我们当中，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启示。哈利路亚！是靠我们的灵，是你也是靠我们的灵，是你也是靠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在这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哦，今天是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，我们来庆贺，我们来赞美。主啊，在日子当中，求你来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约束我们每个弟兄的心。主啊，使我们人在心在，打开我们的心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名是配受赞美的。主啊，除你以外是别无所拜，因为在地下空间，你的名是无不去起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现在的聚会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才能，但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。主啊，你的灵滋养你，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来到你面前的人能够多能够得到帮助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疾病来的，我们奉你的名的医治回去。主啊，带着重担来的，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时候，主啊，把所有的重担卸在你的肩膀上面，你承担我们所有的重担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现在开始聚会，我们开始敬拜赞美，求你灵在我当中带领，也祝福我们台上的团队，保佑圣灵更高，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主，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庆贺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主，我们荣耀归给你，把这个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恩福手中，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光阴看为宝贵。荣耀归主，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后台长，我们小妹子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姐姐平安，又是个主日，带着一个火热的心来敬拜我们神，阿门。告诉旁边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伸出我们的手，拍掌。
摸我的手，我一同来敬拜神，哈利路亚，他是配得的。
让我们一生更加的深爱。深爱你，一生期待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。感谢主的恩典，